当小韩放出了陈飞宇老板回应，陈飞宇从头到尾都是被欺骗，他单身，艺人陈飞宇也是单身，两人发生了一次，弄了这么多照片，女方一直在勒索艺人，后来来了个男的也一直在勒索我们艺人，我们艺人受了好久的勒索，还不让他拍戏干嘛的，省油吧，陈飞宇是傻白甜，被设计了。